本分局日前获报有不法分子持有枪毒情资，立即组成专案小组连日搜证，于本月23日持搜索票于阳性犯嫌平日出没地点将其查获，并起出毒品及枪支，同时发现犯嫌所使用之汽车车牌为伪造车牌，警方一并查扣送办。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、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与刑法伪造特种文书罪等，已请屏东地方检察署侦办。